给我一点时间处理。对你有比较有兴趣？好啊，好啊。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新线索。哎呀，我只能叫你岳父，岳父了。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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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。对啊，好像在情欧弟哥啊。下面请大家提问。我是美国全美电视执行台长张慧娟，我的问题是，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国资监管职能是当下大家都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。2018年，在这一领域，您将会推出哪些新的举措？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，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加大。那么，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将如何的得到有效的监管，以防止国有企业资本的流失？国有企业资本的流失。你怎么离婚？也还好，因为他其实一直都是我心目中的最佳男，我心目中的最佳男。你刚刚看两个人的互动，到底感情是好还是不好？看不出来吗？那你刚没有在认真看。你不准访，你出去。我觉得你今天的造型比较像上班。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戴上眼镜就会很像文书类工作者，不是秘书就是。我觉得黑框哎，黑框方边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魅惑。然后如果再穿我今天这身衣服，再配红唇的话，整个就是，然后再拿一个不是鼻边，是那个可爱的小手，有惹火感。